今天很开心。我也是。那我先上楼了。晚安。晚安。我实在不想放开你手。其实上一次牧场那一天你道歉然后离开，有一段时间我心里都偷偷的在想，会不会在你眼中我只是一个妹妹而已。那个时候是我顾虑太多了。其实从我遇到你的那一天我就决定这么做，只是还好我们没有再错过彼此。好啦，我真的该走。晚安。嗯，晚安。爱情我不变，我不想说再见，就算被现实隔绝，就算爱注定走到终点，就让时间空间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什么？好啦，这样很帅。今天我去喂小薇，她看起来很开心哎。那你呢？开心吗？嗯。那中午一起吃饭。好啊。你先接电话吧。你先忙吧。说。我刚刚看到了什么了？他们两个是不是？他们一定是在一起的，绝对是，肯定是耶！嘘，小声一点啦，等一下被他们听到。哎呦，太开心了嘛！维基要当我嫂子了。我等一下一定要去问他。我觉得 Maggie 应该会不好意思承认，要问的话就直接问总经理。谁敢去问我哥啊？我敢。你敢？你不怕吗？虽然我现在不是一棵大树，但是我已经具备了大树的勇气，所以相信我，我可以。进来，徐开宇。有事吗？有，而且非常有事。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三个月前你要我去追 Maggie， 三个月后你追到 Maggie 了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。谢谢。哦，所以总经理你真的跟 Maggie 在一起哦？哇，这是。恭喜恭喜恭喜祝福祝福你们情投意合，百年好合，然后早生贵子早生贵子。谢谢祝福哦。
这中间也是有你的帮忙。哦，对对对，我应该也算是这件事的见证人。我真的好开心哦，总经理，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哇，真的是，好了，抱就不用了。好，我知道，总经理应该很不习惯吧？但我真的太开心了啦。那不然拳头碰一下，这样表示一下。砰！噗！不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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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烟火的意思啦。那以后都好，我做到了。你刚跟我哥讲的怎么样？徐开宇，徐开宇，啊，你还好吗？我刚刚跟我未来的大舅子迈出了友谊的第一步。什么啦？徐开宇，你怎么啦 ？Maggie。恭喜你啊，你跟总经理一定会很好很好很好，好到不能再好。所以 Maggie， 你跟我哥在一起了。Maggie， 我回来的大手。哦，我刚刚还抱了总经理。你抱了我哥？对，我抱了他，而且我刚刚还有跟他拳头碰拳头，你知道吗？这应该也算是一种人生成就解锁啊！徐凯宇，你什么时候变这么勇敢？没有，大小姐，我现在只有大叔的勇气，还没有大叔的身体。好，小丽，你的情绪很特别，啊，我什么呀？